国家五 A 级风景名胜区江西龙虎山，是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中国道教仙山，正在积极怀抱着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，打造无人环卫新时代的旅游观光新体验，焕发出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交融的时代魅力。智慧科技的应用正在悄无声息地提升我们各个方面的体验，随着智慧城市的推动，智慧旅游也被带动起来，游客能体验到更完善更智慧的旅游服务。为此，龙虎山率先采用赛特智能旗下的智赛捷无人驾驶清扫车，用于龙虎山及镇区街道路面的自动清扫和自动环卫管理工作。龙虎山年接待超过2300万游客，其集镇区域主要供游客居住娱乐，也面临着大量垃圾生产无法及时清理的困扰，影响市容环境。智赛捷的自主清洁模式理论上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清扫作业，区域时刻保持整洁干净。智赛捷清扫车极高的工作效率，不仅极大提高了景区的清洁效率，更是降低了景区的综合成本，给出行游客展现了智慧景区的新风貌。依赖于赛特智能独家研发的 DCV 智能无人环卫调度管理平台，利用大数据收集，实现多场景应用以及多机协作管理，更高效更智能地完成清扫任务。赛特智能让无人驾驶融入美好生活。